今年24岁，几天前我还是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，普通的不能再普通。不久前因为扫了一个二维码，进入了一个叫血色苍穹的可怕世界。之后每天的生活就是起床、逃命、挨揍、逃命、睡觉。再后来遇到了一个长得像显示器的家伙，白光一闪，我就出现在了这里，变成了……哎，别理我，我想静一静。这是哪儿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小明，米兰，你醒了。小明，怎么了？你在哪里？我怎么看不到你？这个解释起来有点复杂。你先等等，我想个办法从这里出去。小明，怎么了？你别乱摸。这是……哎呀，你别戳我眼睛。你的眼睛？你说什么胡话呢？哎，等等，难道你……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醒来就变成这样了。我好像变成一架飞机了。这太不科学了，我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会变形成机器人吗？怎么可能，我又不是变形金刚。欢迎进入全民飞机大战的世界，你们的身份为玩家，请按照游戏规则进行通关，祝你游戏愉快。游戏这是哪儿？欢迎进入全民飞机大战的世界，你们的身份为关底 BOSS， 请耐心等待玩家到来，祝您游戏愉快。关底 BOSS， 游戏愉快？难道我到了一个游戏世界了？虽然我很瞧不起你这种只会打游戏的宅男，不过我不得不承认，这回你干得漂亮。一会儿有别人来处理目标，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游戏世界果然是二段模式下的新特性吗？这咋突然跑到游戏世界了？怎么才能出去？哎，听系统安排吧。话说这个执行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们攻击不了他？本场游戏名称夺宝斗地主，游戏规则将派发到各位玩家的手机上，发牌者将由大牛担任。我来发牌？
那你们两个和他打？游戏将在30秒后开始，现在讲解有关筹码的规则。筹码？筹码，打牌不能干打，要加点噱头才行。每人初始都拥有一定豆数，每局底数为30豆，执行者手持豆数为0时，玩家即可通关。玩家豆数清零，则判定该玩家游戏通关失败，请发牌者进行发牌。好，不管什么花招，我都接着。不就是斗地主吗？来吧！我准备好了。哎，等等等等，我还没去。不就是个打飞机的游戏吗？你只要乖乖听我指挥就可以了，还要什么准备？啊啊！我知道了，你轻点啊！少废话，开始了。想要通关，得打爆 BOSS 才行。小明明，起飞！有敌机导弹接近，收到，紧急翻滚，继续。好嘞，看我的。小明明，发射。没想到打个游戏会这么累，最累的是我，好不好？嗯，怎么了？前方侦测到高能反应。那是3-2，炸弹，炸弹，大小王，我去！怎么了，光远哥？你的牌也很糟糕吗？嘿嘿嘿，糟糕。我没啥大牌，牌又不整，这把不好打呀。这把太好打了，看老子怎么打哭大地主。不知死活，居然敢叫地主。不抢。抢地主。我抢，本轮地主为执行者。开玩笑，我这牌你也敢抢？名牌超级加倍。有玩家选择名牌，倍数乘2。两个炸弹，大小王，3-2，我看你怎么打。大牌全在我家，你敢压我就敢炸。这不好。共2次抢地主，有玩家选择超级加倍，倍数乘16，当前倍数为32。光远哥一打上牌，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嗯。喂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无知的勇者总会捏住本来只能屠狗的宝剑前去屠龙，却不知自己即将面对的是比龙还可怕的敌人。说人话，那个娃娃子。你说我娃娃子？嘿，你等着，看我不炸死你。政委，你看着这把，咱们输得太惨。
的飞机。哟，小朋友，这么快就来了。这是那个旗袍女。这么小一架飞机，真是可怜。不好，他在充能，快打断他！发射！干着他了吗？居然毫发无损，没有能够击穿他的护盾。哎，该死！小家伙，你是在给姐姐我挠痒痒吗？这家伙开挂了吧？他的护盾能量也在递减，但是速度太慢了。这可怎么办啊？来不及了，先躲开再说。哼！不好！警报，战机受损程度过大。小明，小明，你还好吗？相当糟糕，机体完好率17%，主炮无法启动了。可恶，要输了吗？不，还有一个办法。办法？什么办法？打不动他，主要是因为那个护盾。在他攻击的一瞬间，护盾一定会关闭的，那就是我们的机会。可是主炮已经……哎，你这是干嘛？抱歉了，米兰。难道你想……不行，快住手！小明，要拼命了！哼，开火，干掉他！就是现在！常常想，世界多么奇怪。那是艾佳，恭喜通关了。你是谁？放开他！想要救助他，你还差得远呢。真正的考验即将开始。成仙。
要跑，在这种地方待着会被杀了的。社会我马哥，能干妹子多。网瘾少年的《肖申克救赎》，异能觉醒，天下风云出我辈。万千时光不及你我初见的模样。腾讯动漫十月漫画大剧震撼来袭。黄油焦糖新口味，好吃到衣衫炸裂。